要装修很多个地方啊，这些围墙也要抹水泥灰，就不贴瓷砖了，太大了，要花很多钱了。以前这个围墙搞得太高了，不高不行啊，以前很多贼。厅的地板要铺瓷砖，现在几乎没有贼了。我又想把这个围墙拆矮两个砖，但是又很费功夫。地板要全部重新打过，家里挺宽的，这边也要重新弄，上面贴瓷砖，还有 这面墙也要全部贴瓷砖。吃饭了，在干活了，老爸在算一下要多少钱，总共2万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东。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开工大吉，搞了四个菜，有扣肉。还没有买材料，老爸正在算着，看一下要买什么材料，买什么建材，看一下算一下要多少钱了。正量了米了。有钱的正量。我老爸说要5万块钱。他本来想铺一下一楼的地板而已，我现在外面墙也铺瓷砖，然后还有围墙那里搞水泥，全部铺过，外面那里要5万块钱。那还可以，看风水先生花了600块钱。有啊，你刚等一下有两万。其实不用看日子都可以啦，600块钱还不如拿来买材建材。对咯，那地平大的都干啊。养完鸡个不用管了，给我多年等你养个工啊，养大，一头猪嘛。可以啊，早就想把家里全部装修一遍了。跟你养完鸡个慢慢得得乖，唔有难，老嘛，全部起人做了。之前二楼的瓷砖是自己粘的，粘的不是很好啊。现在老爸年纪大了，也没有力气自己粘了，就全部请人吧。花多一点钱。装修就是要花钱啊，装修房子。后面那个木门也要换掉，烂掉了，有20多年了。后面那个木门，换个不锈钢的，永不生锈那种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支持啊。